好高兴结出上市公司大奖筹委会颁发这个大奖给金川国际。这个奖项对于公司发展和企业管治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和鼓励，激励我们更加专注去做好未来工作。金川国际是一间成熟国际化矿业公司，是香港交易所为数不多的同钴矿企业之一。公司在非洲拥有五座大规模高品质的同钴矿山，矿山的同钴产量具高经济效益，其中健星达矿山铜品位高达 5.8%， 是全球最高品位的铜矿藏之一。现在兴建的穆顺莱矿山钴品位达 0.9%， 资源品位也是全球首屈一指，具有极高的竞争力。金川国际所产生的铜钴是新能源革命中最关键原料，并且在能源、通讯、交通、工业及医疗等多个领域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。未来金川国际将继续依托香港完善的环球资本市场，以及金川集团技术和管理的支援，打造一流的国际化矿业公司。公司将加强管理，提供现有项目的经济效益，同时继续做大贸易业务。公司架构方面，加快内部资产重组，整合金川国际境外资产，聚焦于镍、铜、钴这三个主要有色金属品种，积极在市场寻求收购投资机会，快速扩大公司的规模，稳固资源基础，为公司带来价值增长和协同效应，为投资者和股东带来理想回报。